是 Nick 邀请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您跟我这边吧，我们有一个红馆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展览，然后可以参观一下。好的。那鱼社那边是什么？鱼社那边6点，然后有一个 party。哦。他会有带着那个首饰三组的 model， 然后走秀的。我一般也来鱼社，但是我一般来鱼社主要是用去他卫生间，跟那个平时这种去参加活动不一样。这个月饼的补光灯真的很棒。完了，女人这个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的，看到这种闪闪的东西都有点情不自禁。我这样放我手上，晶晶。这个是戴头上的，这个戴脖子上，谢谢。让我看一下，不行，这个太大了，你头太小了。这都是别人戴过的，咱不买二手的，行吗？不配，我就二手的这个。我听懂了，他们的意思就是说，什么首饰啊、头饰啊、项链什么的，得买一套才行。因为试了一下那个头，那个你戴它不合适，所以说咱一个都不能要。你说太有道理。金海文选美 China 啊，我这是什么？过生日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哎，你带我带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都大家都是小公主，我们都好看。那汤不浪费了吗？这火锅还要就米饭呢。那汤不浪费了吗？你现在拍照选品了，回头我给你从卢浮宫约几件呗。你看你喜欢哪就买哪，不行就7天无理由退货吧，好不好？让你开心，我就能满足你。你上一排的拆的，走得很吃力，但是我觉得女人一定要狠，她越疼我就越走，就把那几双脚给练出来，硬着练。小脚趾头，我摔拧不过他了。我，你说那灰姑娘，这把小脚趾头剁了，哎呦我的妈！谁说灰姑娘把小脚趾头剁？你可别胡说八道啊！灰姑娘她姐，她姐，这是童话故事？流血了，完就被人发现了。这童话故事，我脚跟儿小。童话故事就是这样的呀，格林童话。我去，家人直接说我风格。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喽。这太短了，这期视频。别管，哎呀，烦，哎呀。